甚巨。是个庙还是一个小区啊？哦，原来是一个供奉香火的地方。虎丘圣域，皇室宗祠。这个供奉香火的庙，这里面有了个告示牌，写着不让拍照，所以我就进去随便拍了一下就出来了，还是继续走下一站吧。
真的是一个建立在山丘上的村子。